早有入闸电信骄阳，全部马匹准备妥当，五场赛事四班千二，香港交易所杯。好，烈日起步嘅时候啊，前面快闸嘅马咧，见到内栏位置系高分数啊，出边千杯经典都快啊，开心乐园第三位中间顶住佢咧，仲有只赢得自然啊，第五位粉红衫出闸好快嘅，即系耀宝区嚟噶，内栏红衫黄帽咧，仲有光辉所缘啊，出边大面箍咧就系健康心灵啦，后边个五匹马自胜攻略啦，尾四系时时如意啊，后边三只连心星红眼罩系黑白啊，橙色眼罩咧就系嗰只电信骄阳嚟噶，去到对面直攞中尾段啦，千杯经典就放嘅，开心乐园就第二位啊，守住个第三位咧就高分数啦，赢得自然第四啦，第五位红衫嗰只咧有光辉所缘啊，第六位粉红衫啊耀宝区啦，一路俾人顶住兜出边，戴面箍啊健康心灵啊，中档位置粉红帽蓝衫仲有自胜攻略啊，后边四只时时如意啊，掟大我当连心星，后边两只电信骄阳内栏包尾系黑白嚟噶，好啦，正追直路啦，千杯经典仲有一个马位优势啊，内栏追有高分数，中间上系开心乐园啊，中档位置上仲有呢只耀宝区，外边智胜攻略亦都上紧嚟，大爱当系连心星，最后一百米到耀宝区透出，埋边开心乐园，出边追佢仲有智胜攻略，系咪开斋啊？黎超胜呢只耀宝区喺中间就占先，外边追上嚟智胜攻略啊，入边都系唔转脚啊，嗰只咧就开心乐园嚟噶。至于第四名嘅马咧，系嗰只千杯经典啊。五号嘅耀宝区啊，报文啦，咁啊帮黎超升咁啊开斋啦，就4.2倍会啲飞嘅。第二名咧，12号嘅智胜攻略啊，巴道啊。第三名7号马开心乐园艾少礼。第四名咧就系3号嘅千杯经典啊，潘明辉。潘顿赢两场到报文啦，呢场报文硬正啲咁啊，赢翻系智胜攻略咯，系咯。上次睇下田泰安呃下呃下咁。终于两只翻嚟。第五场预计派彩第一名就是5号的耀宝区，独赢派42.5，位置派17.5。第二名是12号的智胜攻略，位置派25元。第三名是7号的开心乐园，位置派27.5。第四名是3号的千杯经典，连赢5搭12派166.5。二重彩5号、12号顺序派344元。三重彩5号、12号、7号顺序派2468元。单 T 5号、7号、12号派429元。位置 Q 5搭12派60.5，5搭7派67.5，7搭12派109.5。赛事完成时间是1分10秒49嘅。打一张相啦，咁啊头马要保区到先啊，都好近啦。智胜攻略攞翻第二啊，开心乐园转佢谷草呢边都犀利啊，有进步。第三。外面都很厲害的，連心星都近，開齋見捧杯了，黎超星啊，
澳门上季都跑啲马输少少啦，今日都系赢，赢都系赢少少咋，短码头系都系靠布文啦，有时有啲马都系夹翻个骑师好啲。终于唔使俾阿尤达荣爬咗头啦。系啦，仲谂住尤达荣开斋先，啊，最后一只俾佢搞掂。啲灿烂嘅笑容，小声。上次都谂住开斋啦，呢只27蚊，结果啊紧颈四。系啦。无啦，所以今次无田太安分啦，咪搞暴民。因为今场啊，虽然佢回飞咯，潘顿又落飞，就唔系潘顿落飞呢场啊，反而嗰只时时如意啊，咩好多飞啊。开斋兼捧杯，巴道都发挥得好啊！呢个智胜公粮啊，争啲。佢都係好 fit 嘅啦，同埋廖康明有時佢都唔係好介意，即係話一定要落班嘅啲馬。都有好多董事啊、前主席啊呢只團體馬。嗯。四連環預計派彩3號、5號、7號、12號派621蚊。四重彩预计派彩5号、12号、7号、3号，顺序派13950蚊。呢啲好斗志啊，不过佢又即系胜出当然唔系好高嘅嘛，咁算系准成。嗯，今晚都赢少少啊，不过时间就头先个组又快啲啊，1分10秒49，前面慢啊呢组。嗯，头两段都以为千杯劲点快，但系佢都唔使啊，好快埋嚟就捉住咗即刻。系啊。剛才那組頭段可能差成7至8線，那差很多了。那都所以那隻連心星都追得不錯啊，就是去回檔位配合呢應該都很快的。是抽親都大外檔。是高分數守住個靚位，不過騎下去麻麻地啊，又看看回來有沒有健康有什麼問題啦。喂，超星啊，開齋啦，下一場又見到是由大榮大熱咯。官隊贏完了都報慢這排都你不拿著這兩個都說那些貼士通常都窩火的啦。嗯，86蚊 Q 搭到12，咁啊上次3、4名啫，都系啊，都有 form， 有咩少少啫，其實都係嗰啲範圍啦嚇。嗯。好，最近熱鬧啦，交易所啊，係呢個交易所杯啊。超升啦，咪開始展開攻勢咯喎，十月咯，差唔多啦，差唔多。阿蔡係啦，十一月咁啊，早少少嚇，係咯。布文繼續都勁啊，季初啊。呢場幾匹馬到都好接近啦，翻嚟三名都。开心乐园走住二跌翻嚟都唔错啊！呢个第三，虽然只系赚咗少少慢步速，
好啦，再一次恭喜胜出嘅马主同埋骑练啊！巡逻影片又睇翻啦噃。起步咧就大家出閘都平排啦，比較快啲外邊啦，千杯勁典咧三排兩半埋咗去啦，因為開心樂園就少少扣住啦。高分數內欄第三，中檔第四咧就贏得自然嘅。跟住耀寶區，你睇耀寶區嘅處理同上次田泰安咧猛咁騎咧，波文咧撳住只馬自己都飆噶啦，即係嗰首姜城係唔同啊。埋邊光輝所願咧直路攞位唔係好順嘅。咁啊，走外邊就走嗰只有面箍啦，係健康心靈嚟嘅。跟住就智勝攻略，埋邊咧就臨尾落重飛嘅時時如意嘅。至於包尾嗰三隻電信驕陽啦、紅眼罩就黑白，走外邊咧就連心星嘅，步速就偏慢啦。係啊，所以都有啲三跌馬，你見到前面其實跑得好舒服嘅。不過我都係覺得爭個温啊，千杯勁典啊，即係試嗰個閘啊，埋門最尾幾步唔算話特別好勁。嗯，咪都好啊，要咗強身啊，下次睇係咪翻沙田啊，排個好啲檔啦。飞到出就连心星，那些都有走势的了，看看几时得了。其实我留意紧嗰啲电信骄阳，今次都继续追得好的，上次九啊九倍，今次六啊几倍，不过追得两次好啊，冇咁好分嘅啦，是。嗱，咪喺里边上嚟啫嘛，同连心星差唔多。啊，洛飞冇咩睇嘅喎，可以买只狮子羽衣。派彩福榜完毕噶啦。咁啊，而家位置 Q 咧就系五搭十二派六十个半，五搭七派六十七个半，七搭十二派一百零九个半嘅。二重彩五号、十二号顺序派344元。四连环三号、五号、七号、十二号派621元。四重彩五号、十二号、七号、三号顺序派13950元。孖宝派彩头关三号、尾关五号派193.5元，头关三号、尾关十二号安慰奖派63元。第一口三宝派彩头关七号、次关三号、尾关五号派238元，安慰奖尾关搭十二号派88元。分段時間頭段是23秒78，第二段23秒39，尾段是23秒32，賽事完成時間1分10秒49。